有啲係會同我講咧，喺 COVID 嘅時候，佢冇得做咧，佢有個無力感，因為佢覺得咁大件事，其實佢都好想參與。疫情期間，我最大嘅得著就學識咗點樣用 Zoom， 咁而家嚟講都算係半個 Zoom 嘅達人嘅。戴口罩啊，洗手啊，呢啲大家一段嘅距離啊。如果作為一個義工是沒有即是說是發揮的機會呢，其實是真的有些失落感的，因為我最想就可以去幫到手，幫到整個即是整個會或者是整個運動，那只可以即是告訴大家告訴自己聽就 OK， 在這個時間要忍耐要等下等多疫情明朗化過了等個會有服務機會重新出現的時候，那我覺得一定有機會去做。